图片来自桑迪曼迪 IG， 今天这篇算是一篇系列文，首发的时间我看看差不多是2011年的12月，当时阿七跟大家分享了这对台湾当时非常红的一对网络人气双胞胎，如今六到七年的时间过去了，大家好奇这对姊妹有多大的变化了吗？今天这篇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波浪符，图片来自桑迪。我讲了过去曾提过，但现在长大了来看看对比，那一定要拿出图片，不然大家有看没有懂，因此这算是一种回顾对比文的起手式，不过图我只放两张，意思一下就好。图片来自桑迪。And now I know